毒害了，我瘦。就每天少吃点嘛，少吃点就可以瘦，就偶尔那么一次，因为实在瘦不下去，然后就会。上班。大可爱，他不是在那惩罚呢吗？好好吃啊。袁总，你不吃这个，吃这个。要不然还得拿钱买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这多少天没有吃上水果了？傻的吗？梨子好甜呀，西瓜甜好多呀。其实我早就想吃这个。什么都知道，哇！感谢空间哥的极速浪漫。你看看人家怎么敢收极速浪漫了？我也感谢空间哥的极速浪漫。我也要，人家又在这感谢礼物着呢。我考上一周是50%，空间哥牛皮。在这造作什么呢？娇柔造作。猜的啊、哦！谢谢我何以琛的极速浪漫哦。还敢跳舞？你大哥喜欢看跳舞。我也来个什么样的？哪样的？舞蹈细胞少了点。但是少了一点儿吗？免费的可交了些，傻子可交耶。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欢迎
龙哥。哦，砸你一百米，给我开个尿。嗯，不能跳舞吗？你去哪里啊？大概不会。一个鲤鱼打挺怎么算？我可以尝试一下。走。不要命！我笑死了！我笑死了！我试一下会不会？如果我会呢？如果我会鲤鱼打挺，有奖励没有？你看你看，随意。大气。有奖励你就随意，奖励随意。我先试一下。你真是不怕你直播间被封呀？你是真的不怕你直播间被封？我靠，这个必封的，真的。鲤鱼打挺不可以？为什么可以呢？你那个屁股总不能有点那么大，你都很。我靠！鲤鱼打挺不可以展示，那算了吧。五分了，五分我就不动弹了，我怕被封啊。我是为什么不能打蛋？因为我直播间被下架了，我的直播间被下架了，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。哼，我不敢动了，怕被封。就是被，不是不可以，只是这穿着不合适是吧？我被针对了。对了，我们明天早晨是什么任务？嗯。这个哥们儿意思一样。我不知道鲤鱼打挺不可以，我以为鲤鱼打挺可以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体育运动嘛。那我不做了嘛，我现在知道了嘛。我现在爆软，真软。打 K 是因为花的挺多才有的。行行行，谢谢我大忙公子的打 call。 我们谢谢我大忙公子的打 call 啊、哦！欢迎水水，欢迎你们，先忍一忍，会出来的。可以做。可能要等下一关才可以打的。你不吃西瓜吗？嗯，就是穿的衣服不行。还会疼吧？什么海底珊瑚就不会像我这样？就是穿的衣服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海底珊瑚割，你们割的比我都狠。哪些会疼吧？撒娇、卖萌、护鼻子，全都给你用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 ，MJ 哥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也不知道，第一个谁怎么都叫的，然后我要知道的话，还、哎、我把你怎么说吧？对，王哥，我直播间就是被下架了。你们不是在里头玩的吗？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原地弹力跳。我知道了，我叫不能玩。怎么，空心哥想看吗？弹力跳，原地弹力跳。你要看吗？我们那个是心理的炸弹啊，太美了。我觉得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。
空运哥你要看吧，原地弹力跳，什么个弹法？但你加我的联系方式，你把原地弹力跳，你知道原地弹力跳长什么样吗？弹力跳啊，原地弹力跳怎么跳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腿一下抱起来，然后就再跳再跳。嗯，什么？就这样子跳，这样子，然后之后你要接一直连着跳。你为什么怎么抱腿？我抱不住，什么意思？怎么抱？就是你要这样子跳，然后之后跳起来，然后就这个腿要跳起来的时候，抱一下腿要抱一下是吧？好痛啊，好了。凯哥，欢迎凯哥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 ，MJ 哥。但是你要私信我，我给你跳一下看看。因为我这两天他们关注我，然后之后有和我说话，然后我就没有搭理。这样子吗？谢谢我凯哥的春风火箭，医药费，感谢我凯哥。是的吗？我刚好像抱住了。感谢我凯哥的火箭，谢谢我凯哥的春风火箭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MJ 哥，西瓜不是凉的吧？西瓜是凉性的，你可以。可以啥？我去换一条衣服呗，换一身衣服。你可以少吃点，怎么样？解渴嘛，可以少吃点。你先跑着，我去洗个手。嗯，谢谢我凯哥，感谢凯哥的春风火箭，谢谢凯哥。对，不要打弯。感谢杰克队长。嗯。等于是在跳舞，是吗？你说舞蹈的话，注意点啊。你看你跳舞吧。对吧？打开什么呀？我声音大，我就嗯。嗯。啊，上他们那追上我了。感谢卢总的张大姐。竟然疯掉了。嗯。真的假的？我操！我选东西。我不想吃，我不吃饭，就害怕掏钱是个宝子。我都太酷了吧，很好看吧？弯了，我弯了。刚才我拍的是膝盖，我也会。刚才我拍的是膝盖。怎么前两天都是要拍的？赶紧看。好了，哥哥们，我们在寻找新礼物。西瓜，晒干的吗？还有宝宝。很 nice 啊，人家吃点东西怎么了嘛？女孩子吃点东西怎么了嘛？香蕉没有，不要玩。贝，直腿弹力跳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吃，快吃啊！我想炫两根香蕉。怎么了？我的香蕉有吗？我们女孩子，汪峰哥，峰哥，没有。不是看说说玩嘛，吃宵夜了，自己人聊聊天嘛。为什么没有香蕉了？咱几个进去吃，我们可以吃宵夜，你吃吗？我喜欢吃这个。行，那你先。哎，欢迎 Forever。感谢。送我的水晶小礼包，谁赢了？放飞机可以吗？这边换裤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，好累啊！我
刚才不是做那个做的吃饭的时候，是吃零食吗？放刚本来就放。我去换个背带裤吧。不是吃太多，栗子。我走。就是。西瓜都没敢咬一口。我再吃两个去。是吧？我就换今天买的那个背带裤吧。只能这样了。干完了，里面还有好多人都没吃到呀。他还有一点点。嗯。我鸡蛋多了哈，你不用吃完了哈。你怎么觉得？你要打包啊？没有啊。啊？我觉得你要打包呢。一个个的吃不能站的，一站一把，站了干嘛呢？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一抓一大把，一个个的吃？我给他们拿呀。不行，他们没点手。不吃就没了，不吃就没了。没了。因为没了，这一碗没了。啊，我的脚，很久没跳舞了，已经吃完一大把宵夜了，吃炒饭。宵夜呢？我也抓一大把，现在妹妹我发一个，我操，卷死他们！真没了，看到没？来，小林去。说嘛。这一个。卷死他们。不要！说什么呀？坐坐坐！坐坐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放出来了。看傻子这玩意儿可以的。快一点！坐什么了？我阿三他们刚刚坐了。我刚不是坐了阿三就开始了吗？他就坐了阿三就坐了。没有，他刚刚提醒什么？他说我注意抢，他说准抢，没看东西。我抢，我抢，不是你，不是你脏。你这要不要来一个？我去！他妈是真的吗？那很强啊！真的皮！你别往地上一躺！好看吗？下播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拜拜！感谢大哥们的无动于衷。荔枝核怎么取啊？直接放在嘴里面吐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说自己取的，别人取的你怎么吃啊？那不是拿嘴能吃吗？我们今天吃宵夜不？感谢我空心疙瘩鸡丝辣麦，感谢大哥。哇！谢谢瑞米哥，感谢我空心哥的极速浪漫。还有李阳哥哥送的两个超火，还有两个丘比特。再跳一会儿呗。人头差三个，救命！感谢我川大哥的真爱火山，感谢。可以说吧。谢谢李阳。感谢我川大哥的亲吻徽章。再给你跳一段呗，欢迎飞花哥哥，欢迎花花。又两个超火，超火的，超级。又两个超火。有啊有啊。打开这 PK 的时候，你还在这里感谢？你感谢什么？感谢我林子哥的亲吻勋章。天哪，他们怎么那么凶，凶残啊！我靠，妈都是超火什么的。感
谢校花的小画家，感谢。太凶了，笑死了。还要看吗？你还看吗？宇哥，西瓜吃了吗？我都没了，我也想感谢。胡乱的玩，气氛来了，上火。感谢我林子哥的飞机，感谢我林子哥。样子一般，还缺个精，小神豪是不存在的。老原子，大气。老原子，老妹妹。教我跳那个擦玻璃。男家，谢谢二千哥的气球飞舞。气球飞舞是个什么鬼？气球飞舞，你不懂。样子一般。气球飞舞就我不认识。谢谢二千哥的气球飞舞。气球飞舞是什么鬼？有本事你爆照啊，让我看看你啥样。嗯。气球飞舞是你没见过的礼物，对吧？真是的，感谢志成哥的小画家，感谢志成哥的小画家。哥多少钱？谢谢志成哥的小画家。388块，飞机贵。牛逼呀，老爷子！欢迎海神。就这，就这，这是电。感谢雨山哥，感谢雨山哥。我没见过世面，我操！感谢我杰哥船长的璀璨星闪。我靠！什么时候看到的？什么时候？现场气氛都是我带起来的。我真踹他一脚，我真受不了。他今天喷我一脸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什么气氛？不知道。嗯，好玩。不要翻老，不要翻老三子，就让老三子一个人练。不会，谁来谁来？别帮他贝贝，帮他干嘛嘞？都是一根线，难死他。嗯。我不会了，要死了。下回会有另外一种感觉。对，刚才啥？不要敲敲擦玻璃。什么有什么性感的音乐？感谢云中哥的幸福卷，感谢。心情好一点了。你小时候还叫护士。感谢通宵黑出场有点高的小画家。感觉感觉好一点点了，但是。想看我就是想看你了。不过，你们说的也对，你们说的也是对的。我是不是真的不太适合这个？你笑啥？感谢毛弟的四张特能卡。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个东西？能不帮他。感谢小鱼去的小画家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挺口红，我还要涂在我的防粉上。我不会。防粉卡。救救贝贝！让他给哥们电话。小林旭刚才剪了好多手，看到没有？给我闪一闪，能不能连那个呀？哥，我帮你帮我连那个。你拿那个手机然后放好。二手机，你们要换掉毛病，搞定，好嘞，感谢我毛。肖哥，我不要。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好。看V啊，好。喂，小哥哥加个V吧。三十二。感谢小林旭的小画家，感谢，感谢好妹妹的小画家，感谢。不问号，我要感谢呀。其实很多大哥喜欢我。嗯。
可是好多人都说我，你看就像刚刚说了，说我笨，然后还有一点还不看弹幕啊什么的。就那种比较自由、比较自在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感觉就很有挫败感。然后如果我收不到礼物的话，以我的家庭情况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活不下去。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就不想挑是吧？你要想挑的话，去哪都能给你找到。那挑就挑。你挑呗。我为什么挑啊？我那都挑不上了哈。我挑过。有，我也挑过。我就是挑的。我没有让他们开心。来不来的吧？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很误会，有很多误会啊，他们就很不开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哄。我觉得没有道理，我说，就是说我是有人喜欢的，只是我不会哄人家好，哄人家开心就是了。但我只要学会哄人开心不就可以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谁上的？单独上的，没事，习惯了。你只会吃，欢迎。别人骂单独什么东西。这会儿我就让你开心了。就是说我也不是那么的，就是有一些不可改变的条件的，我还是可以改变的。行吧，那我知道了。赢了你就来是吧？看他哪天没事，上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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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动不动他全是自己的，懂不懂？不能再多说了，自己悟吧。我懂了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我到了汉，我们就直接就不喊爹你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雨神他们了。老板都看不下去了，那么多没事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那个空心哥哥。那我就改变一下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欢迎亲我至诚，听得到。用力过吗？点点，我在跳舞呀。跟你说，天才会跳舞，超好玩，上！天才会可以的跳舞，专业的。专业的。哇，这好专业！这是专业的。现在懂了以后就好起来了。好的，空心哥。好的。现在会，刚刚已经跳了。
这是干什么，师傅 ？Solo。Solo 就是什么都可以，随便做。你想跳，你也可以上去跳。我只会翻跟头。不是，你跟着音乐直接来，人家随机播的人就 solo， 直接上去跳。真的吗？好嘞，那我们就把手机放那了。我不会跳啊，就会扭啊，跟着扭。好好，下播了说。干就完了。不行啊，学不会。感谢空姐哥的爱心便当。喂，跳不来。感谢空姐哥的爱心便当。感谢空间哥，还有火哥哥，蹦就完事了。我哎，你充电宝我拿一个，充电宝我可以吗？李子，给你们拿个充电宝。我一定要交个充电宝，看你们能不能可以。哇塞，好看，好看，咱们都好看。哇，再跳一次。Hello， 下路马上到了。See the look, you'll be la la, a master, fell a tree. 伤口那么短，一起不要再痛。为什么这时候我会恋不生过？没有啊！
走了。耳朵可怎么了呀？我的耳朵呀！我才找着歪了呀！那么多，已经不怕再痛。为什么？这是以后。我吃太多了。我要少吃一点，还可以点。不吃了。哇，噎死了！这是二，二是啥来着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红哥，嗯，你家的手机不在你这里？你家的手机不在你这里？节目了吗？我们打包一点东西出去看吧，打包一点东西出去看吧。我靠！不敢拍，拍一会儿有违规动作。哦
唱歌，唱歌不太行，但是也能唱，我可以唱。我主要的什么狗？我最大的才艺是吃，吃的多。我看看有没有可以认出来的这个。火箭，火箭。我最大的才艺是吃。大龙狗。是大龙狗。应该不要命嘛，他们都还活着。对，这是灵皮。他那个要不要给你唱一个？就像那个汽车座一样。你这腿上谁给你拧的？我这个吗？我这个是我们第一天玩那个啥蒙眼踩气球被人给踹的。我这个老疼了，他们踹的可猛了。是吧？我以为谁给你拧的。我拉了你也是牛马。这跑得可快了，但是他耐力不行，他只能跑一会。好，吃完了。虽然不要命，但人会不会疯？不知道。我上个卫生间了，我上个卫生间。等我一下，两分钟回来，两分钟回来，好不好？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回来了。欢迎九张金，跟杰克船长。
感谢春燕哥的璀璨如七仙果，祝特别大的种开特别大的花，我在小小的花园种下小的花，请跟着你一起呵护它。感谢春燕哥。感谢春玉哥的舞台新手。感谢春玉哥的鸳鸯戏水。这个是啥的呀？舞动乾坤是多少钱的礼物来着？舞动乾坤，这个是多少钱？哇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好像是送天使一样的东西，是吗？舞动乾坤是新礼物，乘以二，哦，两个一千的，太黑了，啊，只要你来这边，我看看。不是你黑，是今天都黑。今天峰峰抽了700块钱，一百都没出。今天峰峰抽了700块，一个都没出。好吧，那我就打你吧。我这个逼样的，怎么给你报？等会儿技术转不过来了。那我可以打你吗？不可以。哎呦靠！为什么不能打你呢？妈，凭什么打我？有病啊！要我再有钱钱啊！公主啊，再打两手。这个音乐一起，这是做两个一千的。我在安徽，说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在洪湖，洪湖，武汉，武汉。其实你的心是在安徽是吧？不有话了吗，肖哥？我的心在山东。那你说你在安徽，还是在安徽？还有杨红樱。这个东，你这个头像，这个东西是一个皮肤吗？还是什么？是的，这啥呀？哪个？这谁呀？你不认识他正常，后院家主。哇，这个小姐姐戴着耳环不太认识。我是想过来问你们会跳舞的，我想说出来跳。安徽有，安徽多了一些，他叫小九。小九。他妈的，咱也不是见，我操，门口站屋里。好吧。走吧。欢迎冰棍儿。他们在打什么？我看听一下。
感谢春运哥的潘多拉魔盒，感谢春运哥的潘多拉魔盒。哎。